自己儿子死没死？何雨辰怎么会不清楚？那时候啊，你爸和你妈已经结婚了，他回到农场，准备告诉何雨辰，但是发现何雨辰已经怀孕8个月了。难怪何雨辰那么恨我妈。为了使陈金宇和何雨辰能够回城，你爸不得不买通医疗队的医生，骗何雨辰说孩子早产夭折了。 这是为什么？如果当时把孩子留下来，何雨辰和陈金宇恐怕一辈子都回不了城了。这件事情我妈知道吗？你妈以为孩子的亲妈死了，那时候金宇呢还是个婴儿，所以呢你妈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，把他抚养成人了。那您的意思是，现在亲儿子撞了亲妈妈？所以啊，只能做下位的工作。 让他不要再追究你哥的责任。这个时候告诉夏薇，他一定会崩溃的。总得有一个人承担责任吧？那也不应该是夏薇，他是最无辜的。你不告诉夏薇，陈金宇就得坐牢，必须让他做出让步啊！我们已经害得夏薇失去了父亲，现在这样对他的母亲，你还要我去逼他？这就是他的命。 这个时候跟他说，他一定会受不了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何雨辰出了事，陈金宇就是夏薇的唯一亲人了，所以不能让他告。就当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吧。停，应该就是这辆车了。它的车速明显快过于其他车辆，从我们现场勘查的轮胎痕迹来看，就是它。 把它放大，这看不清车牌号码，又是俯拍，这完全看不到驾驶员的面孔啊！没关系，只要能确定这辆车就是肇事车辆，我们根据它的行车路线，调出所有的监控录像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张能拍摄到清晰的人脸。我们去医院。 得有一个人承担责任吧，你想想看。如果何雨辰出了事，陈金宇就是夏薇的唯一亲人了。都好几个小时了，你先回去休息会儿吧。 我哪儿也不去，你再出事，我小姨就白救你了。医生出来了。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创伤性脑损伤，大脑皮层功能受损严重，虽然已经维持住了呼吸和心跳，但是伤者已经丧失意识，处于昏迷状态。你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夏薇，什么叫最坏打算呢？医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医生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小姨醒不过来了？ 伤者要是移植昏迷不醒，恐怕有可能成为植物人了。有可能，医生，您说的只是有可能是吧？如果伤者脑干反射完全丧失，处于深度昏迷，那只能靠呼吸机来维持，这是需要昂贵的费用，来提供各种营养维持。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我妈不会变成植物人的。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了。 但愿他能够清醒过来。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姐，你起来！我求求你。只要伤者能够恢复意识，就能够清醒过来。我们还需要观察。没事，没事。你好，请问谁是黄如锦？哦，我是。啊，别写了，别写了。
方便跟我们聊两句吗？肇事司机呢？肇事司机驾车逃逸，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肇事车辆。怎么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们还没有找到啊？你先别急，霍如锦，你当时看见肇事车辆了吗？我看到了。看到他号牌没有？这个车牌子是我内地的车。确定是你内地开的车？我没有看清楚，不可能是陈明宇。霍如锦，你再好好想想，开车的人到底是谁？我真的没有看清楚人脸。是我撞的。明宇，你是车主？我是车主，我已经报警自首了。你涉嫌驾车逃逸，跟我们回去调查清楚。等等，你为什么会撞我妈呢？我是不小心的。你撒谎！你告诉我，到底谁开的车？是我。你骗我！那可能伤着我。不可以。就看一眼。如果你不告诉我实话，你就不能靠近我妈一步。所有的错都是我造成的，对不起。我再最后问你一遍，到底是谁开的车？走吧。你当时去哪儿？回家。车上还有别人吗？没有了，就我一个。当时的车速是多少？我记不清了。忘了。你挂的几档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你开的车是什么牌子你知道吧？是悍马。悍马是自动挡还是手动挡啊？自己开的车，自动挡、手动挡都分不出来了吗？知道却没有人行横道，要减速行驶吗？知道。你当时减速了吗？好像减了。好像见了，前面有人，你没有看见吗？没看见。那你当时在做什么？前面有人，为什么看不见呢？我没注意。当时的时间，你还记得吗？没代表，忘了。好，那我告诉你。我们接到报案的时间是下午3:46。你现在这么问我，我什么都记不清楚了。我怎么知道啊？反正人就是我撞的。撞人，为什么要跑啊？慌了。慌了？现在你不慌了？怎么想到回来自首呢？一想清楚，就知道应该回来自首。那我现在通知你。我们要扣留你的肇事车辆，还要对你进行10日的拘留处罚。你要通知家属吗？不用。你不用。我们按照惯例，也要通知你的家属。那你给我朋友打个电话，我妈有高血压，我不想跟她说。哎，就醒了，醒了，醒了。幸好你醒了，快倒点水去。哎，你慢点，慢点。我妈呢？啊？小姨在重症监护室，你忘了？媳妇，送我回家。你回家干嘛呀？我要让我妈恢复记忆。哎，真。哎哎，你慢点，按着点手。哎哎，哎，干嘛去？
慌里慌张的，爸，明宇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刚才交通支队给我打电话，说他肇事逃逸被拘留了。被拘留？拘留谁？陈明宇啊。陈明宇，肇事逃逸。哎，是啊，哎，不，来不及了，我都急死了，你赶紧给我去一趟，把米宝石出来啊。好，你等我一会儿。哎，你赶紧啊，我先去开车，你快点啊。 这个蠢小子，你拿它干嘛呀？有用。夏薇，现在应该找医生。我就是学医的。你快去厨房把我妈的龙井拿过来。快去啊！啊。 我妈醒过来，你得小心一点，医生说你胎位不稳。如果不是阿姨的话，这个孩子早就没了。但愿老天保佑，小姨一定要醒过来。如果不是阿姨推开我的话，被撞的人应该是我。 陈明宇真是脑子进水了，好好的干嘛开车撞人啊？撞谁不行，非得撞我小姨。当时我在外侧，那辆车冲着我来的，可是为什么我就是看不清楚司机的脸呢？不用看了，司机已经自首了。明宇他为什么要撞我？这不可能啊！有什么不可能的？ 打官司输了呗，气急败坏，干出这种事。他太伤我姐的心了。不对，我怎么想都觉得，明玉没有理由撞我啊。他为什么要撞我们呢？因为他想报复我姐呗，所以就撞我小姨。好了，你别想了，休息会儿吧。佩美，我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劲儿。 你这样把身体熬坏了，我怎么给吴刚交代啊？这件事情不要告诉吴刚，我不希望他分心。那陈金宇呢？他是不是应该过来看看你啊？现在最应该在你身边的人就是他。你给他打个电话吧，明天。我去打点水。 你睡会儿吧，陈金宇，陈金宇，明宇发给我的信息呢？明宇，4:30，不对啊。 如果是明宇撞我，他怎么会不知道我在哪儿呢？3:30，3:32，3:34，这个时间都是车祸发生前。 去医院就好了。不对，不是明宇，这儿有电话卡，要联通的、移动的，都行。 100块钱，要充话费吗？充100。
这100块钱话费的是我阿姨。好，谢谢。哎，附近有点钢行吗？有，前面街角有一个。好。喂，哪位？妈，我是金宇。哎呀，金宇啊，这不是你的电话呀，你在哪里？这是别人的电话，我手机没电了。金宇呢？你没见着他吗？他找你去了呀。我不知道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吧？我朋友答应借钱给我，只要我弄到钱，我就马上回来。哎呦，你怎么能不回家呢？家里这么多的事情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俩一天到晚在忙什么。喂，爸爸，你在哪？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啊，爸爸在外面啊，办点事儿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啊？嗯，爸爸，你要去哪儿？爸爸很快就回来了。你呢，一定要听奶奶的话，啊，听奶奶的话。然后啊，爸爸回来之后。给你买 iPad 3回来好不好？那我听了，但你要快快回来哦。把电话给我，金宇，没说完就挂了。他没告诉你他去哪儿吗？我爸说出差几天就回来。去哪儿出差没说吗？没有，我爸还答应过几天送我 iPad 3呢。哎呀，瞧瞧我这两个儿子，一个什么都不说就跑，跑哪儿去也不知道。你可干脆就不着家。看看听奶奶的话。周队，钱老来了。小周啊。没事儿，你不找我，有事儿你想起我来了。哎，师傅严重了，您快请坐吧。哎呀，我还真碰到一个看不明白的案子，您看看。嗯，这是肇事车辆的分析报告。肇事车辆是从正面撞击的何雨辰，车牌子都给撞松了，这证明当时的撞击力度是非常严重的。当时这车速应该是在50以上才会造成这么强烈的撞击和撞击距离。哎，那这么快的速度肯定刹不住车了。再怎么样，司机也会在一两秒钟反应性的踩刹车。但是现场的痕迹是撞击了以后一段距离才有了急刹车的痕迹。当时这司机呢也不知道在看哪儿呢，这人行横道还开这么快的速度。所以我现在觉得陈明宇的口供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当时我问过他时间、撞击过程，他全说啊，记不清了。吓懵了呗。当时吓懵了我信，现在我不信。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他在说谎。对呀，哎，再说了，他当时撞的一个是自己的老丈母娘，一个是自己的嫂子。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所以我觉得有问题。从你们的报告上来看，只有一个解释了，肇事者是故意行为。周队，这两位是陈明宇的朋友，说要见你，请他们进来吧。你好，陈明宇是不会肇事逃逸的。哦，是吗？妈。好听吗？好香啊，你闻到没有？这是你最喜欢的龙井，你以前总舍不得泡，来尝尝。啊，听到我说话吗？动动手指，
告诉我，给我个回应。你快醒过来，妈。我可以见陈明宇吗？对不起，只有被委托的辩护律师才能见当事人。他是律师，他可以见吧？周队长，我可以保释陈明宇吗？现在还不行，这个案件很多细节还没有说清楚，所以没法结案。我们还需要扣押他一段时间。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赋予辩护人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、审查起诉阶段、审查阶段都可以辩护人的身份提起取保候审。哎，没有结案怎么取保候审？陈敏宇口供含糊不清，根本不配合，我们结不了案。这样吧，我尽快的给陈明宇找一位辩护律师，争取给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好吧。哎，爸，爸，你干嘛去啊？明宇就这么扔这儿了？我管不了他。什么叫你管不了？你最起码把他保出来呀！还没结案呢，我怎么保啊？哎呀，你也不能不管呀！这，你刚才说的什么话呀？什么叫给他找别的辩护律师？你不就律师吗？红玉啊，这件事情我不能插手。你干嘛呀？明宇就不可能去抓何雨辰。我还想问他呢，问题是他已经自首了。爸，我求求你了，你管管他吧，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求我也没有用，这件事我不能够掺和进来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不管也得管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明天让小冯来找陈明宇，你要再那么逼我，我真的就不管了。顶罪怎么判啊？啊！非法性答应咱们，给天诺融资1亿，给我2天时间，就2天。2天之后，我一定去自首，行不行？钱可以再说，可你一定要先去自首。明宇，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为了钱什么都敢做出来。亲儿子撞亲妈妈，所以啊，只能做夏薇的工作。让他不要再追究你哥的责任。这个时候告诉夏薇，他一定会崩溃的。总得有一个人承担责任吧。没睡吗？你走吧，这不需要你。我知道你恨我，你妈是为了救我才被车撞的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你能替她再撞一次吗？对不起，对于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很抱歉，都是因为我，你妈妈在。拜托你再想一想，那天是陈明宇撞的吗？我当时确实是没有看清楚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是不是你也怀疑不是明宇开的车？他没有理由撞我妈，这不可能是一个巧合。没错，我也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不是巧合。我虽然没有看清楚开车的人是谁，但是直觉告诉我，那个人一定不是明宇。直觉有什么用啊？给你看条信息吧，你看一下。这个信息是明宇发给我的，他问我去哪里了，有没有和金宇见面。
让我马上给他回电话。这有问题吗？问题是这个时间，他发给我的时候是4:30，而这个时候我正好昏迷，在医院的妇产科里。如果说是他撞的话，他应该清楚我在哪儿，而且应该知道我不可能给他回电话的。再说，车开过来的方向，我在这边。如果说撞的话，我应该第一个被撞，不应该是你妈妈。所以说，开车人的目的不是你妈妈，而是我。什么意思？陈明宇就算再恨你，他可以直接报复，他没必要来撞我。你背叛了他们，所以他们都恨你。最恨我的人是陈金宇，而不是明宇。你觉得是陈金宇撞的？你怀疑是陈金宇对不对？我怀疑是他，可是我没有证据。那你为什么那天不和警察说呢？我怀疑陈明宇在撒谎。他为什么要说谎？很简单，因为明宇是要替别人顶罪。替陈金宇顶罪？你好，陈明宇，我是你的辩护律师冯志，是洪律师请我来帮你的。能帮我办保释吗？没有结案，我是无法保释的。所以你现在必须配合警方，把当时的案发经过说清楚。不是很清楚了吗？警察是靠证据和口供说话的，不把事情说清楚，他们没办法结案。不结案，我就没办法保你出去。好，我想一想。好，我知道怎么跟警察说了。那你听听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你说。那天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明玉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，我打给你你也不接。啊，我手机关的震动，没听见。那你告诉我，明玉去哪里了？我不知道啊。不可能，明玉去哪里了？你居然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江姨。哎，康康读书那学校我联系好了，过两天就能上课了。金宇哥呢？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干嘛去了？哎呀，借钱去了。哎，我爸回来了。开门。陈金宇呢？不在。陈金宇去哪儿了？你找他有什么事啊？陈明宇是替陈金宇顶罪，陈金宇现在逍遥法外。夏薇，你别乱说。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是陈金宇撞我妈，他现在不去自首就是畏罪潜逃。夏薇，我告诉你，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。我现在请你离开我的家。我妈现在躺在医院昏迷不醒，陈明宇被警察带走了，现在拘留了，这些都是陈金宇干的坏事，他现在在哪儿？我爸才不会干坏事呢。你们才说我的儿子明宇被拘留了，是吗？阿姨，要不我们出去说吧，吓着孩子。红玉，你怎么居然也把这些事情瞒着我呢？你们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告诉我是不是真的？我再问你，你说话。哦，阿姨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，我们必须让陈君宇出来说清楚，要不然法院就要判陈明宇有罪了。夏薇，你怎么知道是陈君宇开的车？是花如锦说的，她说陈君宇要报复她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我们从法院出来的时候，金宇哥就不在了。我和明宇去停车场的时候，车也不在了。怎么可能会是明宇开的车呢？所以说是陈金宇。一定要抓陈金宇去公安局。不要抓我爸爸去公安局，他是好人，不准他来去公安局。他是好人，不准抓他。是好人，不准抓他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我不管你们说的是不是真的，那就别在这站着了，咱们现在就去公安局，把事情弄清楚。干什么呀？哎，一起去。康康怎么办啊？陈明宇现在取保候审，这段日子他不可以离开江州。
你们通讯要保持通畅，我们随时会找你的。谢谢你，周队。放心吧，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定会随叫随到的。好的，谢谢你。这位啊，算是已经结案了。可是你现在的关键是，如何跟伤者的家属谈赔偿的事情。听对方的。哎呀，明宇。妈。你怎么回事？出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居然瞒着我！你没事了吧？妈，回去再说吧。你怎么出来了？是这样的，这边已经结案了，是我保释的。结案了？事情还没有弄清楚，怎么就结案了呢？案件的经过等法院审理过后，你自然会清楚。怎么都结案了？不是你干的，你为什么要定罪？妈，回去再说吧。不能走。事情没弄清楚之前，谁都不能走。已经说清楚了。你现在就跟我进去，跟我进去，告诉他们。你说什么呀？不是你开的车，是陈金宇，红宇都能作证，他可能不是你开的。是啊，当时你明明跟我在一起呢。我们到停车场的时候，车已经不在了，怎么可能是你开车撞的人呢？明宇，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你有没有想过顶罪的后果？你亲眼看到陈金宇开的车吗？我是没看到，可是车已经不在了呀。还有，你从法院出来，一直在给花如锦打电话，为什么？第一，他没有亲眼看见陈金宇开车；第二，我打给花如锦，是为了找他。站住！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撞我妈？我需要理由。理由是交通意外。哎，我说几位，案子已经结了，我们不如找个地方平心静气地把这件事情谈一下，好不好？你闭嘴！我不相信是意外，你必须给我个说法，否则我现在就进去告诉他们你是顶罪的。你不相信交通意外，那就当我是故意的吧。陈明宇，不要乱说话。你买通花如锦是为了报复我们家，我撞你妈为了报复你，你明白了吧？车子是我开的，你在干嘛？你要打就打我。流到我的嘴边，才发现是梦里与你相依。当你靠近我的手，才发现你已远走，看不到我脸上的无奈。忘记相爱的誓言，忘掉你的骗我，骗我结婚，骗我签离婚协议。他心里只有陈家，根本就没有我，真的，根本就没有我。妈，我们做错了。
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伤害我们？为什么要这么伤害我们？这是最清楚的一张了。这怎么可能是最清楚的呀？都看不清人脸。真是最清楚的，我们把所有拍到的都给您放一遍了。哎，给我放大点，就这儿。停，是不是手表？是吗？嗯，是手表。陈明宇他戴手表吗？陈明宇戴不戴手表我不清楚，但是我非常清楚陈金宇戴表。当时的时间你还记得吗？没戴表，忘了。您能帮我看看到底是谁的表？这么一个小黑点根本看不清楚。可是我敢肯定地说，陈静宇这个人是一个每天必戴表出门的人。你怎么就认定是陈静宇的呢？他可是你丈夫。我跟您说了，我有我的直觉，您还不相信。而且我很清楚，现在只有他希望我死。对了，这个信息是明宇发给我的信息，你看这时间对吗？我想把这块劳力士金表当了，看值多少钱。这个值3万。康康，怎么不吃饭呢？把那鸡腿吃了啊。吃完鸡腿啊，长大个儿，长大个儿就可以保护你爸爸了啊。真的？当然了。哎，啊，你还真把这儿当自己家呀？那怎么办啊？那孩子饿了，你们也不在，我就做点吃的呗。来吃点。辛苦你了，幸福，你做这么多的菜。啊，没事儿，应该的。阿姨，你坐下尝尝。哦，你们吃吧，我吃不下，我先吃口饭吧，江爷。干嘛呀？来。陈明宇出来了吗？老师出来了。那交通支队那边呢？结案了呗。那人都不在，怎么结案？能怎么结啊？他顶罪了。那也不能有漏网之鱼吧？我管他什么鱼，反正我绝对不能让陈明宇坐牢。我爸会坐牢吗？说鱼呢，跟你爸有什么关系？乖，吃饭啊。吃完饭长大个儿，长大个儿啊就抓好。哎，我说你还在这儿干嘛呀？我跟你说个事儿。跟你说。我发现那个姜太太呀，她不会做饭。那冰箱里除了速冻饺子就是方便面。那这段时间我给他们做饭行吗？你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啊？就是心疼孩子嘛。是吗？我跟你说，侯幸福，你少跟我玩阴招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替夏薇盯梢呢吧？说是不是？孩子在这老打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我就不信了。你说他妈、他儿子都在这儿，他能不回来？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俩现在是一个账号里的。谁跟你是一个账号的呀？小点声！你现在就没懂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抓不住陈金宇，陈明宇就得顶罪，对吧？
成为过去和记忆。你我的相聚都是那么珍贵，每一个时光再给力也要失去，每时每刻都有运转风起，成功再陶醉也要清醒，每时每刻都有潮落潮起，每时每刻都有困惑和纠结，你我的别离都是那么的难舍，可知可感的真诚在忙碌纠结。